因为那个刘真的舞鞋看起来还入你的法眼吗？我跟你讲，刘真真正的劲敌不是我，是大 S。因为大 S 现在只要去逛鞋店呢，他看到一双鞋，他首先会问店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真来过了没？因为他们两个常常买到一模一样的鞋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他们又在那个鞋店不期而遇，然后我姐就看到他说：“刘真，我已经买了这双鞋。”然后他们两个说：“你这个恶魔！”彼此骂对方恶魔。所以真的，你觉得在演艺圈，你姐的地位跟刘真是差不多的？如果在鞋界的话，应该是真的吗？可是刘真说，在台湾如果时尚杂志想到要借鞋子，第一个想到就是他们要跟刘真老师借，而且时尚杂志的编辑都说，我想除了跟刘真老师借鞋子之外，台湾已经没有人可以借鞋子。那是因为我姐比较低调，她没有很想要跟大家炫耀。真正的收藏家，她不希望你知道在那边就是有点丢人现眼嘛。真正的收藏家是别人会说，听说大 S 很厉害，而不是像她那样说，我有鞋，我有鞋，我有鞋。我没有这样讲哎。有一双那个靴靴流苏鞋是被我姐买走的，刘真根本就是沾不上边。你干嘛要讲出来？听到这个我才气哎。你知道有一双就是那个 McQueen 的高跟鞋啊，我那时候在美国看到他那双很美，是因为他整个鞋跟。你现在只能口头描述，因为被买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你可以到我家来看嘛。我娘家的那双鞋，大概是金曲奖穿那双。I know， 我看到了。可是刘真的鞋数量会不会比大 S 多呢？可是重点是要差不多吧，而不是量。差不多，而且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好几次都在买鞋的地方碰到大 S，嗯，然后上次也是啊，然后像有一双，这双。天哪，这是这双，这双也是超美的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要去看这双的时候，我就正好看到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双，我就说我要试这一双。然后我转头就看到一个女生，就是她就这样蹲着在试鞋，然后一抬头就大 S， 我就整个，然后她看到我，她就说，哎。我先，他说我先来，我先赢了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有时候是我先买到，然后这一双就刚好他先买到，所以那双也被他抢先了。对，而且他已经穿过了，我还没穿。那你不是输透了吗？对呀，所以我整个很生气呀。就做一个很大，就是我们摄影棚这么大的气球悬挂在校门口，在追他。是谁这样说谎？是那个跟你撞鞋的。你说假装会跳舞的那个人吗？包括舞蹈老师的那个人吗？他今天的鞋子比你的怎么样？那个现在流行吗？这很流行啊！我看到你的脚趾了耶！这是现在害不害臊啊？这是最流行的鞋子牌子啊！真的哈，他今天一眼就认出你的鞋子的牌子哎！你知道这是什么鞋了吧？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。罗马，罗马鞋。这有什么好简单哦？就是没有成就感啊。可是你知道，你刚才很得意的穿出来之后，刘真看了一眼就说他也有一双。你不要再跟随我们姐妹俩的脚步了，好不好？我有银色跟黑色的。拽个屁呀你！我跳跳的比你好。我比较用力。好吧，你婚姻已经领先一步了。对对，你嫁得这么好。是啦，你嫁不嫁得掉都还不知道。这双完全没有写刘真的名字哎。写的是谁的名字呢？是写我的名字。那叫物归原主啊！不是，因为你们真的请大家评评理，我不是在讲闹脾气的话。这双写谁的名字？刘真你过去换上这一双，我们看看吧。他穿不出来这个灵魂的衣服，完全没有办法。这就是小 S 的了。不是，你穿得下这双吗？那你去那边换。他脚超小的，因为你穿不起来这双鞋的，你穿不起来。我的鞋
鞋生命耶。所以刘真，你穿这双的时候是，比方说比赛吗，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类似像那个 S 重很简单的 One Piece 的黑色。你看他又在 follow 我的品味。没有，是因为这种鞋它就。而且你有看到我让那个流苏整个是有生命耶，真的。就是你不会的，就是他常常在原地这样急急的踏步。他只是慌张。我没有，不是因为你看我若急，你看流苏就不帅啦。不是不是，流苏是属于帅气的生命。我有疑问，如果这双鞋这么好。为什么他会落到刘真的手里？对呀，干嘛你在店里不买？因为我平常真的日理万机，我没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双像他工作量那么少的人，他已经有很大把时间在逛街。而且这双台湾买不到，这双是我在香港买的。所以大家都是出国的时候就是猛逛鞋店、猛试穿，对对。怎么样？你要证明给大家看这双鞋不适合你吗？这双鞋很适合我。那你拿去那边换换看。可是我今天穿这样。我试试看啊，不要被衣服绑住好不好？重要是人的个性，我今天穿什么都可以驾驭它。哎，驾驭鞋子，驾驭，加油加油！开始开始，那个灯会自己会低了。是的，它哦，你看没有生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偏心你，好像你比较适合。没有，真的，他就是穿一整不是衣服，是整个人的那个流苏，你看他们都垂头丧气。没有，所以你穿上流苏都翘起来。刘真没关系啦，那个小柔有一双流苏球鞋。不要，不要，哎，我这个也是很好看的，好不好？我承认黄色那双非常美，鲜黄色。OK。可是。鲜黄色前面这两双我又觉得不行，就银色跟桃红色的这两双。可是那一双好像你姐也有哎，其实也看着也蛮漂亮的。没有，看错，我看成是那双Gucci的了啦。可是他真的非常爱买，是因为像我很少去逛街，可是三次里面有两次都在百货公司遇到他。我们就在试穿，然后就一转就用余光感觉到那个人好眼熟，一看就刘真。他又来跟我抢，然后下次又在试穿，然后又刘真又来，然后他就每天待在鞋部门的门口，然后看女明星买什么，他就跟在后面买，没错，一直发了我们的品味，没有，我都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是没有工作吗？就一直在百货公司量超少吗？你去多多练舞，不要一直在那边乱买东西。我跟你讲，那双鞋真的不是我在讲，那双鞋上面写的王菲跟大 S 的名字。我之前又没有刘真的名字吗？因为刘真的型他很柔软。像这种有点个性的，我觉得他这都是帅气的鞋子，像刚刚流苏也是帅气的鞋子。那是因为我在节目上比较常穿洋装，可我私下会穿牛仔裤搭配这种鞋啊。他这双鞋为什么不适合刘真？是因为他小拇指露出太多了，哦，看到那块不好看啊。所以我是在请教这件事，就是那个不是应该追求的事情。小拇指要进去，不然不好看。进去啦，他没有，他在外面啊。他进去了，他没进去啊。他还是买鞋，他不会买到这种 size 就会让他脚变这样的。所以你认为刘真是勉强买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可是我很松哎，真的耶，看起来脚有点肿肿的耶，对，很痛，还在外面，对，你外面都弄成脚，整个好肿哦。下次可以吗，小姐？小姐，下次可以吗？下次可以啊。小姐，是这样，穿高跟鞋穿久了会。脚趾会外翻吗？拇指外翻，我没有，我好像没有拇指外翻的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可是他穿高跟鞋跳舞的时间非常多，因为我的舞蹈老师也是比较是拇指外翻。我觉得那个好像跟你原来的骨骼结构有一点关系，因为我的脚趾头比较短。我想是因为你练舞练不够吧？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？很多时间练舞的人，很多脚趾都是没有过标准世界，不练舞不练舞了，也没有。第三位那位。看起来很耀眼的鞋子是。这个女生呢，只有机车骑士才能娶她。我以为你要骂她，只有机车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那你刚刚说要机车骑士这种燃烧型的情人的话，意思是说，
男生如果约会的时候看到女生穿着这样子的鞋，这个男生要心里有底，就这女生爱起来是很发狂的那一种，很发狂，而且也很挑剔，所以这表示这女生的感情生活可能会波折比较多一点吗？对，也有可能会闪婚，是最好是浪费狂。请问你觉得你得了几分啊？我觉得我应该蛮高分的。你觉得他不会假怨报复，就是把你设为假想敌，要给你个烂分数？应该不会，我觉得鞋子应该他很公正。好，那你说你大概得几分？我觉得我应该有90分。大概90哈，来，请把牌子拿下来，看看你自己几分吧。好高哦。才99，好开心啊！你花钱真不手软。不是，而且因为这分数是大 S 给的，因为我觉得她是圈内，我认为就是女明星鞋的品味真的是可以跟我。不要抢鞋，不要。因为我在台湾每次的鞋都被她先抢走，只要有人打电话说徐小姐我们有新鞋，然后我过两天再去，他们就说哦已经没有你的 size 了，然后我就说谁买的？他们就说刘真老师。那你为什么不？因为有一次我正好在楼下吃饭，在那个百货吃饭，鞋店就打电话来说我们有新鞋，我想说啊赶快冲上去，今天老娘正好在楼下，就一冲上去呢，我就说刘真老师来了没？他们就说还没，这次是你先。可能他们打来，我就立刻上去，是巧合吗？结果过了大概15分钟，一转头，刘真老师就在门口说：“你这个恶魔，居然还敢来！”因为大 S 真的，你听说敌人到了，你就赶快赶过去吗？他我就一进去，我就看到，我先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范范，然后一看，我就因为大 S 在试鞋，所以她的范范只是扮演门神的作用。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脸，但我看到那个女生正在穿鞋，然后看到脚上那双鞋，我想说那不是我的鞋吗？怎么在脚上？就一抬头就是大 S，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：“刘真老师，这次我赢了。”哎，这那鞋店犯规啊，因为是你要鞋，他怎么可以让别人先试穿？对啊，那 你无辜什么？我是多年了，你他被你抢走了。所以你们姐妹两个有个原因恨刘真呢？有啊，可是总量接近400双，应该要打败大 S 吧？打败我？生气了？我需要辞职吗？因为我的鞋柜啊，大概可以睡17岁的少年3个人呢。睡在我的鞋柜是活着是吗？活着。那个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分数最高的那位。哎呦，请看，真的太浪费了。他们进口的时候有设定说这个是刘真的吗？我觉得上面有写我的名字。上面有写你的名字这句话，你是学大 S 的吧？没有啊，大 S 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吗？是啊。那你听到他这样讲，不会觉得连这句话都抄你？我知道他是我的信徒。我是这样的。所以目前你走到店里去的时候，你看到最华丽的那双鞋，然后你心里面想说，刘真就会把它买走。然后你心里面是冷笑还是？不会，我不介意撞鞋这件事情。是店员跟 S 讲说是刘真刚刚买，马上把它丢到窗外。那这双就是我们真的在业界都说这是小 S 鞋。对，是我用这个牌子走红的。应该不是吧？你真的在华人圈，我应该是第一个穿的吧？华人圈，好像我也很早穿啊。好了，谁在说话？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暂时放在王位上是这位，我们欢迎刘真小姐。她暂时是以她的高跟鞋的数量取胜，可是我想你就是根本不能接受她坐在王位上这件事。反正她舞蹈已经不好了，高跟鞋是宝贵啊。没有这件事，你可以不要烦她吗？因为是你姐姐的那个战场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我必须承认，她拿出来的高跟鞋还蛮厉害的，刘真老师。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是，当然有一些也是没有很好看。那时候她也是，我在香港买也是打折，然后好像3000多港币。这双鞋你撑得起来吗？我撑得起来。你去试穿去。但我要先，我本来想说要跟小 S 介绍一下我脚上这双鞋，但还没有机会。它的下面是音符，它的防水台。你又不懂音乐，你干嘛穿这个？然后这双鞋的名字叫 Dance with Me。那你看，我还会有音声，就是踩着音符的感觉。这双蛮有名的，对，是这一款的秋冬款，对，秋冬款是这一个牌子的秋冬款，是他们一个很指标性。可是你又不会跳舞。
怎么样？我穿哇，你穿好好看哦！哎、妈，我怎么会这么有质感呢、啊？有质感，我整个人，而且秋冬酒红色最好看，这真的是刘真没有的耶。这需要训练吗？这双好走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其实它蛮稳的，真的这双真蛮稳，而且这双是歌手，对，看起来很不稳，那蛮稳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想这个位置啊，好扶着。你要去那个红椅子换吗，小姐？没关系，我这双真的很好，我扶着，穿不进。脚怎么那么小？哇，他脚很小，脚超小，你塞不进就算了，我可以。这段我剪掉，你知道直接去把它剃上去吗？可能小半号，半号怎么可能呢？我穿三五，徐熙娣算了吧，可以吗？我要穿，可以啊，刚刚没有没有女，没有女士，是好看。觉得木西言会买到这双鞋的品味，还是胜过刘真吗？谢谢。陈升华，你要翻盘吗？我觉得应该是 McQueen 这双。他这双鞋拿出来，我觉得赢今天所有的比赛哎。我们让刘真把位置让出来吧。既然请你拿着 McQueen 坐到我们的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很残酷的是，不好意思，离开好吗？残酷是，在这里 kiss me， kiss me， 不是讲真的，这个没法比。来，赶快带着那 McQueen 来做王座吧。是，很抱歉哦。哎呦，好了，请不要动了。刘真，你要不要赶快打电话叫快递把家里的鞋全搬过来？不好意思，我让一下。哇，你叫刘真要搬家暖椅子哦。心机好重哦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大那么搞笑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吵人？很棒，很棒！要开心！不要这样子！哎，太阳！你根本就是来！真的？他根本就是来踢馆！真的来踢馆！他真的比较镇定，他比较没有他镇得住场面。他那一套我根本就是在家偷练哦。他比你那个统一多，就我们是现代舞，他都把跳那个有编好的，对不对，蔡老师？好像还很流畅哦。对啊，好过分。说的也是哦，不要这样。男生的那个手肘就可以打。他有灵气的哦，跳这种舞。念个诗，念个诗呗，念个诗。来念个诗。对，压压高啊。婆婆，山河在。念诗的跳出来，再撑上你了。哎，真的灵气出来。是被殴打到鼻子吗？摆出优美姿势。不要惊慌。一二三，下手。话要跟你讲，完了。什么？我很想跟你讲，我觉得你舞跳得非常好哎。我真的很想，我有看康哥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，就是在《康熙来了》，然后你就逼问小朋友说：“你可以跳吗？”你就会说：“是我跳得好，还
还是刘真姐姐跳的好。当然是你跳的好了，我哪比得上你？你看我们都不教我，你真的快教我一个。真的吗？可是你为什么边讲就边开始做了？你看，你看，真的。我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每一次都逼问来宾，然后来宾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，每次都说他跳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看我学生都告诉我，哎，有吗？我学生都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小 S 昨天又在节目上说要跟你比国标，然后就逼来宾讲说。哎呀，你也是主持节目的人，你知道他都能跳过来。来，我们一起唱唱唱，说唱唱唱唱，超没超没唱。管人家，你把人家丢出去看一下。真610万，把手伸出来。天哪，你拽个屁呀你！拽个屁！没有的，没有的，主角不开心。6500，怎么这么贵？超贵，因为啊，西西，你上国标课有这么贵吗？我现在开始学费越来越贵，因为他会。因为你变凯了。不是他，因为你学生程度越高，然后老师程度越高，他就会慢慢就是再多收一些。对，你哪有程度越高？有。陈爱玲说：“我跟刘真谁跳得好？” It's simple. She C D. 点吗？点点点！打他打他打他！哎，你要学刘真，他打都会装出可爱的样子。有啊，手伸出来。像街舞脚速度不是要很快？那如果小朋友哇，街舞好利落，你就用那个好吧？你试试看，哦，哎，你也不错哎，厉害哦！刘真奖评一下。哎呦耶！这样主持会很累。有拍到他差点跌倒吗？我让重播。可是小安鞋的鞋子真的很高，对，我鞋很高。有一次我去就是茶水间，就是倒咖啡，我就看到那有四个女同事，就聚在一起，然后看我走过去，他们四个就各自散开，就像稀稀疏疏这样散开。然后你知道女生都会有那种直觉，你就觉得他们一定是在讨论你。对。然后因为我后来我不是说我跟一个女生很好吗？她就有跟我说，就是会有女生觉得我很做作，说我讲话很嗲，然后都是装出来的。你讲话是很嗲。对啊。对啊。而且我真的很好奇，你怎么敢去茶水间？因为你知道，像你这种型的女生去茶水间的时候，一定全部的人都会安静下来，然后默默，或者他根本不用自己去插人，他只要叫任何男同事替他拿喝的，人家都会替他拿来啊。也对了，像他们这种鞋子是这样的，靠男生帮你们服务嘛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没有。然后，因为茶水间的女生一定都在大讲你坏话。可是真的，我就当下就感觉那个气，就是那个空气顿时是凝结，就是没有声音，然后大家各自就转身做飘开，对不对？明星比较不会遇到这种事情。你上一次聚在一起讲刘真坏话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刚啊。你不是也讲得很起劲吗？不是，可是刘真那种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要澄清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是那样的女生，我知道，因为你外形吃亏嘛，漂亮，然后白白，讲话又嗲，就很容易被女生嫉妒。对啊，可是一定有男生顾客为了你而去那个银行吧？我觉得有哎，我觉得外表的确会让我有比较好的机会，这是真的。Okay. 就像我们那时候，因为刚进银行很菜啊，可是像我上面就是会有几个比较资深的业务，然后像我刚刚讲，就有一个 Simon 哥哥，他都会自己就是他，你看，你有听到那句话已经完全把其他女同事给惹毛了，没有？有没有听出破绽吗？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嘞，先生就先生来哥哥，Simon 就 Simon， 真的。哇，你们全部都哥哥。小 S 穿过五一，你愿意买去吗？我可以卖你啦，便宜卖，7折。不要，有一件黄色的，你不是很想要吗？我没有。有啦，他有一张，他有透过经纪公司说，我想要那件鲜黄色的。好了，我送给你啦，希望你五一再更进步哦。一件事情打败大 S。什么？他出书。大 S 也出了两本畅销书，至今无人能破他的销售量。我正在书里面附专辑。但我不是出美容书，我出的是，我就很怕小 S， 你出什么？叫舞蹈教学的那个影片。我出的是那个舞蹈的影音书，就是动态写真。就你在里面会跳舞吗？会跳舞跟唱歌。跟什么？跟唱歌。你说有唱出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的那个音阶吗？就是
我有唱了。什么？我们来跳桑巴，前前后后往右转那种吧？不是啦，你怎么？就是你要唱什么？没有，我唱一首是恰恰的舞曲，一首是桑巴的舞曲，就是有歌词，有歌词。怎么？有出声音吗？有。你赶快证明一下，我也很想要知道这个答案。可以让我们先听一下吗？那我唱两句恰恰的歌。五六七。让帘子微雨上一回，轻易的迷醉。啊！你知道他一开口之后，每一个人都往前。我只听到热烈。听你的这个 CD 的名字就会一直这样按到最大声了。没有啦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麦克风啊。那好神秘的一张 CD 哦，完全听不见他的声音哦。一场游戏我是会怕唱歌，但是我可以。你能够准确的唱出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？就现在唱一句就好了啊。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是不是很难听？就直接发抖，发抖，发抖。所以刚才那个音是因为紧张，还是因为不会唱？紧张吧。所以唱歌跳舞都是刚开始练习。都觉得那个桥段非常好玩，然后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那小 S 是怎么攻击你的？”因为他们觉得小 S 的攻击力很强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那不如我们现场来演一段好了，就会让就是我演小 S， 然后那个朱丹就是那个主持人演我的角色。”只有你真的演吗？我真的演。怎么演？因为我的舞步那么难学。我是 S 嘛，所以我要访问你。刘真，请问你今天来是来宣传？啊，宣传我的舞蹈书。舞蹈书？你凭什么说你会跳？你有比我会跳吗？我会跳，你我会跳，你比较会舞蹈。我懂，我有在学。所以每一次小 S 这样搞你的时候，你会真的很想要跟他真的 PK 一次，是不是？就是会觉得很不服气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，就反应好快，然后常常我的话还没出来，可是就我正在想我要怎么回，然后已经跑到下一个话。所以你会不会常常回到家冷静下来，想说我有很多话要骂小 S， 可是都来不及。我回到家，我现在给你30秒，你骂我。比如说刘真，你跳舞真的要再用点力。我觉得你跳舞太降气了。你跳舞太降气了。反击的啊！我可以，可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反击的很好啊，所以你讲的是真心话对不对？他跳舞真的很降气对不对？他才没眼神呢，你这样你太做作了，哪有那么用力的？这样子没力呀，他说你太做作，看不懂好像是什么现代舞还是土风舞。还蛮感谢康永哥跟小 S， 因为我觉得我在节目上面，其实大家看到我跳舞的时候，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。可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真的不是那么有攻击性。因为像赵松讲说，你们这种有权威感的老师，有些人就会觉得说，会不会很难靠近，是吗？对，而且像很多人会听到我讲话的声音，会觉得我很做作。可是其实他们看过我上康熙，都觉得就知道你真的是做作。觉得他很好欺负。而且你声音本来就是这样子嘛。对啊，所以。就是很不错。那我不是送礼物。你在想不想收到巧克力？你要送我礼物，那我要回送你一个礼物，我会把我历年来所有的表演烧成 DVD 给你。你回去好好的练习，好不好？我也可以送你一个，我即将出版的。谢谢。大家要，你要不要拿礼物？谢谢。谢谢小 S。送来巧克力，谢谢。就希望那个康永哥不用了，希望小 S 吃了之后嘴巴能够甜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一直想喜欢跟你挑战的人，他也有当年呐，你怎么还敢出来啊？是小 S 挑战，是小 S 要跟我挑战的。谁要跟你挑战？我比你强太多了。刘真出了这个教舞的书哦，徐熙娣，它叫做《新手必学》哦，必学不学就完蛋了哦。然后是国标舞圣经哦，是圣经。
这本书我是永远不可能需要用到它的。没有那个小 S， 我有出进阶的，我送你进阶。少啰嗦！我还需要你教吗？我还需要吗？回来了啦，已经没了啦，那边后面剪掉，搞不好那段剪掉，我们比较熟，剪掉它。你会喘吗？不会啊，好自在啊。竟然有刘真老师当评审哎，为什么？她毕竟是国，她毕竟国标舞女王吧。可是要当老师的人至少要比我会跳舞吧？要当评审的话啦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如果穿你这个鞋子，他跳不了舞。他不行。我可以啊，我今天也不是穿舞鞋啊。你很久没在跳舞，你还会跳吗？我一直有在跳舞，我只说我没有在跳舞。可是这五位都不是你教的耶。嗯，不是我教的。OK。你还可以教人吗？啊，我要念一下啊。什么什么？第二小，谢谢。第二小 S 姐。要拍给镜头看啊。永远的女武神。我想等一下蔡明又从我这边可能不会得到太好的成绩。刘真老师，刘真老师也不错。我觉得，我跟你说，他根本不靠专业，就是靠这些私心，你惹到他你就完蛋。我觉得你应该签给刘真一张，就是永远的女神，好，你只是永远的女武神。帮我准备一下，让我整理一下。不够那种嘻哈，所以你觉得我刚才讲的对吗？对啊，那你叫我一声老师。上跳芭蕾或民族，他是很挺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走到 up down。然后那时候为了要让他走到 up down， 我甚至用揍他的方式，他才有办法找到。揍他！我先确定一下，刘真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吗？因为一些舞蹈的感觉，你抓你 catch 得到吗？我听得懂。我懂。是你就是期待再多一些，比如说痞子的部分，或者是那种。很有魅力、很有侵略性的东西，他就在偷讲我的话。我知道，他发表你的意见，你说他是好学生，他就跟着讲。对，你干嘛要偷看我的报告啊？你自己听好不好啊？舞蹈难的就是他不是在摆 pose， 他是在延伸。哦，对，像西蒂就很会延伸，像刘真就不会的。好了，那我去做，好一做。其实，在瑶瑶出现之前，刘真也算是演艺圈以发嗲闻名。对，你以前也很喜欢搞无助那一套，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他讲话就是这个路线。我没有啊，可是因为你现在眼神很不无助哎。对，只有声音在无助，可是眼神已经……我眼神一直都不无助啊。最近那个刘真有件事情会惹到你，就是你们两位都在新浪微博上，然后刘真上去的时候，他的头衔是王刘真。不是武王，是武后。我觉得他惹到的人应该是 Kimiko 吧，因为 Kimiko 也在上面，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是国标舞后，他直接写舞后，这个就犯到很多界。不是不是，可是这个我要解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好嚣张哦！听我说嘛。更好笑的是，过了一个月，他就默默把舞后两个字移掉了，因为一定很多人骂他。不是听我说了，其实因为我本来用你怎么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？关公在哪里？这四位啊，不是。可是你写舞后，你没有写国标界的舞后。那听我讲嘛，就是字数不够吗？只能不是不是，我本来要用那么自大的人。听我讲，你看大波老师气到眼睛都肿了。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两个人彼此之间重心的使用。可是这样你打跳完，他们四个人会看不懂你在干嘛哎。我觉得应该还是看得懂吧。因为没有激励的舞蹈，他们看不懂。你就是要靠另外一个人来拉你跟扶你一把，应该那段话的意思，不是我一样也可以自己 spin， 我也可以自己转圈，我也可以自己做，你可以自己转圈，不可以，你不是会跌倒吗？不会，我可以自己转圈，你自己转一圈我看，你看你看。再试啊！不要紧张，来，
哦。他今天除了有舞伴之外呢，他还有准备另外一个招数，跟别的老师不同的，他要去换衣服。这好不即兴哦！因为看前面两位老师说跳舞就是一个灵魂的展现，你就是 freestyle follow the music， 可是你完全就是 setting 好的。小 S， 你自己跳过国标舞？谁敢跳自强舞后？感觉好像变更有力耶。对，真的很厉害。好像肌力有稍微加强一点。真的吗？有，很好看。速度好像比以前快了大概有两拍耶。140，现在变140。我觉得他开场的扭动比你快了。哎，没有跟，可是他的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想那个 Kimmy 老师应该有看出来，就是他那个背那个肌肉好像还可以再凹一点。你懂不懂？怎么？我是觉得舞者刚跳完舞，你应该讲一些。是，但是比以前漂亮很多。没有，他一开场那个扭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有气势啊。哪一个扭动？就一开始那个音乐一下来的时候那一个。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前面这个。Yeah！ 牛了牛了！还没有当艺人的时候，是常自己一个人坐计程车，然后司机也不知道我是谁，然后他就会。他现在是用梳头发的方法把眼角吊起来吗？我没有啊。所以如果发头发放松，也应该就是这样吧。不但这样子，而且舞技也没有很精湛。这个马尾真的绑很紧哎，你眼睛好厉哦！我没有绑很紧啊，很紧，这个很紧啊，这边都渗血了。可你刚刚看到刘真那样跟我们跺脚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嗯，他刚不知道去哪里，他就是你，他不是很棒吗？刘真跺脚的力量为什么不用在舞蹈上面？刘真谈恋爱，你就会想说他这个年纪了要赶快结婚吗？可是你看他们的搭方法不同哎，你讲刘真坏话的时候，刘真就会，对，他很喜欢站内八哎，对，就内八是很撒娇的一种娃娃站法，就是好像傻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 S 一起做节目，他很少站，你站内八我看看，哎，我不是，我们两个站的时候，你站过内八吗？我喜欢这样，我都是站这样哎，就是丁字步，如果内八。你为什么不太会站内八啊？因为我是属于气焰高。可是我也可以站外八，我也可以站。没有，你撑不起来，你撑不起来这个姿势。我真的。你去坐他那个椅子，因为他每次坐的时候，他如果两脚没有翘腿的话，他也是坐内八哦。你说这样？他常常这样做。对对，我会常这样做。啊，我真的会跳舞啊！他这个内八对你来讲有没有可爱？他刚刚 S 的内八看起来就没有那个气势，挫挫的。他的内八就很可爱，他的内八很天然，对，他不做作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看我们两个一起这样，是不是我就比较有气势？对，你这样的气势比他强多了，他就弱了。有吗？对对对，看这小子。回来了，不要每次都烦他就是。所以观众如果再看的话，会比较可怜刘真，会觉得小 S 比较欺负人，是，然后比较有力量。怎么讲梦话呢？你怎么讲？我是你的微博。你为什么？你是起鸡吗？你那感觉像肉料，你知道吗？老师放开来啊！你在上之前会先跟马桶互动吗？你知道？是你要先跟马董互动，快点！他真的，他比你厉害耶，他真的很不服输。你连这个你也做，你有没有尊严啊你？我们应该可以帮他接到卫浴设备的商品发表代言。可以，新的脚本，真的吗？太美了，可以。外面的厕所我一定不敢坐嘛，那我就会蹲。你们不敢坐的人，为什么不把卫生纸铺在那个环上面？
还是不敢，所以我会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就是会踩上去啊，踩上去。可是万一你穿的是像这样的高跟鞋，你不能踩上去啊。我都穿这样的高跟鞋，踩太危险，怎么踩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直是这样哎，而且你知道，第二波刘真的表演。穿的比鞋是 safe 的，我可以踩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蹲，因为我现在穿这个裙子。你可以踩在上面站着，我可以看。我发现你要扶好他哦，小心哎！哇哇哇！这很危险，你可以看到隔壁间的人。好有气势哦，好有气势！你可以看到隔壁马桶女王哎你。在介绍大家带来的配件之前呢，刘真又要惹你生气了。来了，就因为这个商品，你们大家评评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请说。你讲讲看这个内容。这个就是那个我最新出的舞蹈教学 DVD。OK， 好，舞蹈教学 DVD 这个部分都还很合理哦，对不对？因为舞蹈本来就需要教学，可是重点是你又不厉害。你们应该不是要讲这句话吧？你是要讲别的吗？为什么会爆出这句？你是需要被教吗？我也没有遇到这样事情出现。他出了一个舞蹈被教的 DVD。他出那个教学 DVD 教大家，我到时候出一张专门教你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你要教大家限量版，只出一张。你要教大家，你要先跟我练一练，好，快快。我觉得我撑不起来。戴的可能会像护士长之类的。哇，看起来就很不会跳舞啊！我非当你有豹纹的时候，你不用再其他东西就不要再花了。那个刘真老师想要再加个东西，这是一个头巾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。刘真老师，你不要忙了，你去练舞会。练舞，练舞，快点，练舞好不好？他今天要来做设计师，有颜色嘛？叫他去练舞，对不对？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的舞蹈。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这还蛮，就他那个皮很亮，这个我要接受，这要跳吗？要吗？好像没有你的奔放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你的奔放？多练，要多练。真的吗？要多练。等下他后台我教你怎么新的。就是我觉得 S 的风格是很出来的，我自己觉得他很奔放哎，对他，而且他比较利，就是他的东西是比较锐利的。我觉得刘真的东西就是很进去，有时候太进去了。去哪里？后面。所以你的学生有为你抱不平，会骂小 S 吗？说他不应该这样欺负你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我就会说，就是节目效果这样。你都说是节目效果，嗯，是真的哦。都认识。刘真最近不怕你了，因为他最近拍了3D 的舞蹈教学影片。哇，之前不就出了3D 的吗？他最近在身上粘了48个点，可以像阿凡达这样。那个更厉害，那是3D 拟真，他就是做像 AKB48，他就做一个假的。科技很厉害，可是武技不厉害啊。科技本来就是在求新求变，是真的啦。没有，就是最厉害的武器要搭配最厉害的科技。还把刘真包。刘真老师的包包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是就有时候很紧张或生气，对，类似。所以你上我们节目不是要随时捏着这个吗？要耶！你不是应该会想杀我？有，要不要捏一下？多练舞，多练舞。你的公司叫做玉女王啊。嗯。是你舞蹈教室的名字？不是不是，是老师算的，他就是有算的。他的公司叫做女王哎，老师算的，老师希望用这个。你认为自己是女王啊？不是，是因为你会不会太骄傲了？没有，他不是叫女王，叫玉女王，那个濮阳老师算的啦。所有的女王吗？是，女王之王呢？所以别的女人在你眼中到底是什么啊？没有。你拿出去名片不会害羞吗？对，我是玉女王。没有，我本来要用什么什么针，就是有一个针。你好，我是玉女王的老板娘。你真的好嚣张啊！不是，你拿到作何感想？就是女王本人，就是比划。捏那个，捏那个，捏那个。
有一大堆 CD 耶，是我的胶鞋带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因为我会随身带音乐，因为常常需要就是要教学，或者是有时候去录影的时候，就是老师可能有时候 keyboard 老师没有适合的音乐，就要拿自己的 CD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随身的话，就表示他在舞蹈上是不专业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很多啊，我从来没有吧？可以看吗？好酷哦！啊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对付你的，好用心哦！就在护身房里面，就是把它丢在空中，它就会这样插在你头上。这个是专门防小人的，是为我而做的吗？嗯，赶快拿来戳他，快拿来刺小孩子。这个是我妈妈帮我求的，她就跟伟健一样。妈妈有指明说为了对付小 S 吗？妈妈没有这样讲。不用那么费心，你就好好练舞打败我就好啦。这个就是，反正就是可以。不要走旁门左道。这压力球跟这个剑都是为我而制作的吗？因为寄出了桃这个桃木剑，结果杀不掉你之后，他就只好去。压力球，真气。下了节目之后，因为我不会那个用手机的电话簿功能。所以我都是用手机。你干嘛不会用手机的输入电话号码？不是应该要练习一下吗？手机你也不学，舞蹈你也不学，你到底要学什么？我也不学舞蹈，手机没有那个。我觉得我好像要把介绍评审老师的工作让给你。我不要啊。为什么？你欢迎一下评审啊。我不懂他当评审是什么意思哎。他今天是以我的学生的姿态出现的吧？他是比你资深的老师啊。那个，欢迎刘小姐。什么刘小姐？大家好。刘真今天是来担任那个国标舞的评审的。你看得懂吗？我跳国标舞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哎呦，你有学新台词哎？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，你还在那边？没有，是我还是小学校 OK， 那时候已经三十岁了。哪有？是我比较早开始跳。五六七，瞬间 pose。怎么样？没有票，没有票。你知道，我派我学生出来示范。老师已经教你的，老师已经教你的这个。好，老师的身份示范一下。你说手指末端要怎样？就是如果手指末端我们延伸的时候是啪。OK。就或者是说他有时候是带眼神是。有没有？他就自己扣音效啊，啪，不，扣什么？你还扣？瞬间腿软这样。我问你，国标一定要梳这种发型吗？不能是落下来的吗？落下来不好看。比赛的话，尤其是前面，他都这样啊。我是评审啊，他是学生呢、啊。老师级的一定要是你知道很工整，你也没有梳干净啊。没有，我表演的时候一定都梳很贴。我表演也梳干净，因为会有一些翻的动作。哪有？你上综艺节目头发都放下来。那是综艺节目啊。每一次演出都很重要。你要看音乐啊！如果是问吧，他是可以放下来的。他其实是要这种快力量，他是很快。他是比较柔的做法。他这边要用力的。不行，退出了。我要教刘真啊。手放在头上的时候，那应该是有一点这种腰身吧？对，它是快的，移动应该是它的臀部应该是哒哒哒哒哒，是这种快的。对，好，跳进来。跳进来，停电往这跳，快！好啊。你干嘛自己数？回来了。自己的鞋？嗯，自己的。自己的舞鞋吗？自己的，这双是妈妈的。啊？讲出来会被扣分啊？不会啊，但是我妈在练舞的舞鞋啊。你妈也练国标？对，你们的鞋跟是要求要这样的。没有，那个鞋跟下面加了一个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它也有哎，那是鞋跟套。防滑吗？还是？对，防滑，然后会防鞋跟的磨损，因为鞋跟那下面那一块比较容易磨到。刘真看过，你没看过？你是没有输掉的。鞋跟套，冲来导播一下，那是鞋跟套，直接套到紧紧。我不服气，剪掉。小姐的打扮谁比较
像是准备好来喝下午茶？我觉得刘真要好好练舞。下午茶的主题呀，是哈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女生喝下午茶，像我跟姐妹淘，我们常常都会定一个主题，就是很认真看待这件事情。可是你这个打扮，就是因为你一眼就被人家看出来你要去喝下午茶，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因为他整个就像一个那种英国的花那个茶壶啊。刘真应该在下午茶可以尽情的讲你内心的话吧？为什么我一直跳不好？下午茶，我的友人如果是圈外都问我说，小 S 为什么那么爱在节目上欺负你之类的，就一定会被問。对，那你要怎么回答？就说对啊，他就是爱欺负我。你那时候不是应该说他只是做效果？就是如果说是不认识的人，我想渐渐理解到你就是爱欺负他，而不是做效果吧？对，如果说是不熟的人，我就会说那是节目效果了。那如果是好的姐妹淘，就会可能就会。可能帮你讲话或什么感受，对他们就会一起骂小 S 很贱，就会说为什么他那么爱针对你，所以你应该在下午茶讲了很多我的坏话吧？他们会说就是刘真，你就好好练舞，有朝一日超越小 S。刘真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饮茶哎，我没有搞错，所以不练舞连下午茶也不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刚才跟小梁哥说，终于有，我相信这一家他绝对会非常满意。这不是下午茶哎，这是下午茶正餐吧？对啊，这是中餐。他标榜的是下午茶吗？他标榜的是下午茶，可是他用了很多那种港式的料理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吃惯了西式的，因为很多西式的下午茶嘛。可是我觉得你偶尔可以试一下港式。可是照我看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阵仗。你应该会陶醉在食物中而忘记聊八卦，有时候，所以我觉得这家也很适合家人。可是我们今天主题是说姐妹淘的下午茶，没有吗？就是下午茶。我们取消刘真这一段好不好？快点去练舞，快点，真的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觉得梁鹤群会喜欢，因为看起来都很好吃。你觉得很适合我跟我父亲的下午茶吗？所以你很推荐他这个叉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他的脆皮叉烧很好吃哎，炸梁。而且它的葱油饼也超好吃，脆皮叉烧好好吃哦，有那么好吃吗？你要发出任何的声音，你要冰冰，拿过来给他吃。叉烧我没有吃到过，我也哇哦哇哦，是不是？很好吃哎，对呀。我跟你讲，下午茶这件事你没有过关，可是脆皮叉烧很好吃，真好吃。刘真，你懂的耶，所以你是懂得美食的，只是不懂舞蹈而已。没有你腰力。你是有练过吗？你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一直？你是有教他怎么运用腰部是不是？我没有。他那些贵宾又很正常啊。真的超好，他会做那个伸展的动作，就是他的前脚这样，然后后面整个 arch， 我觉得他 arch 的比你好，因为他那个很凹哎，不知道怎么一起床就立刻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我骂他，然后他很聪明，他就尿尿在我的靴子里面哎。我家的狗也会，狗狗真的很会报复，真的，狗狗是非常会报复，对，他好会记仇。那他知道我跳舞跳的比你好吗？没有没有，应该我跳比较好。恋爱之后就没有来康熙接受我们的盘问了，就是时间啊，刚好主题啊。你们其他各位小姐有觉得他跟新龙结婚这件事让你们很惊讶吗？很惊讶，有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们一人一题。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，我都不知道他跟新龙谈恋爱。刚开始是有惊讶，可是真的接触就了解了。好，你现在冠夫姓吗？哦，我没有冠夫姓，但是那个，因为其实他本姓许嘛，所以我就是许太太。许太太，许太太。他是颜无许还是双人许？颜无许。那你就是在学我啊？我说你姓许啊，完全照你路线走。他就很喜欢学你啊，你跳国标，他也跳。他也要学我，老公也要学我。那本书的前面，我有特别写一句话送你的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只有我的书才有。对，只有你的书才有，因为像我送，我先送看你。谢谢，谢谢。他说 ：“Dear 小 S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。”只有他有吗？我们都不是。我就写说，要跟刘真老师多学习哦。学习什么啊？不是学习怎么变瘦变美啊？都是老公在筹备的吗？对，真的都是新龙一手包办的。杨丽菁有去参加，我有去，我有。她是我的伴娘。你是伴娘？我是伴娘。你们两个是好朋友？是啊，我们认识快15年了。对，你出道那么久？没有，我没出道的时候，我的大学出道还
是舞蹈老师，我就跟他。所以等于你是最早知道他跟欣荣交往的人，算吧。对对。所以你当时听说的时候，有问他怎么回事吗？因为我对小镇的了解，他本来就是他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。当然，欣荣。不是像我是为了。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不是。有些听到别人讲你先生这样的话，你会烦恼吗？其实我不会啦，因为他有型啦，他有他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很有型啊，说他在我心中是最帅的。是啊，所以欣荣在你眼中很帅。对，很帅。其实我觉得他蛮有型的。可是欣荣开始唱歌的时候，刘真是不是还是小孩？也不会，因为刘真年纪很大啊。罗美，我以为欣荣是很，他们才差十岁吧？没有，我们只差十岁，他只是留胡子，真的？怎么会？我以为是，你看他的皮肤很好。我们欣荣哥没几岁是吧？真的留着你四十几了，没有啊？所以欣荣第一次跟你告白就是很大方直率的那种吗？对，这也太偶像剧了吧？可是，请问他们在什么场合遇到？对啊，是一个节目，不是我们真正认识，就是之前可能在节目录影有碰到，但是我们真正认识，真的是在魔王大道一起当评审。很多空档可以聊天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到第几集就开始跟你告白，传纸条吗？结婚了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先要电话。我们不是都有一个评审单吗？上面有参赛者的资料，然后我好像是。就中间休息报去化妆室还怎么样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上面就多了一个电话号码。水瓶座只有电话号码没有留名字吗？因为评审不是会讲话吗？然后有时候我要讲话，可是可能我声音比较小声，然后他就会说那个欧弟，就他会叫主持人，然后意思就是我要讲话，可是因为我声音比较小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贴心。嗯，他其实希望录影快一点结束。电话号码给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约会？对啊，从电话号码谁打给谁这一类的吧。第一通是他打给我的，哇，他留电话号码给你，然后你还不给他电？我有留。然后你有回去简讯给他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？也是写的，写在纸上的，因为我觉得写在评审表是给你们评分数用。姐姐还会有很多爱心啊，然后两个人手牵手。有时候哥就会出来骂人，你到底不要帮我工作。而且他是一个很喜欢低调的人，所以新婚生活还好吧？不行，要循序渐进。我在跟他说，真的。他有没有做什么，就是立刻让你就是心动、感动的事情？还蛮多事情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。真的吗？你说是每天都可以浪漫一下吗？真的假的？会在家里点蜡烛那种吗？哦，会点那个熏，就是香香的蜡烛。然后会做晚餐。他有做过晚餐给我吃。会唱歌啊？哦，他会弹吉他唱歌。对，然后那个女生就中了。那我真的是没办法。你没办法在烛光下对着男友，然后他唱情歌给你。我会希望他赶快先让我用餐，吃饱了他再唱。是吃饱了再唱。哦，那就不同。所以是你点歌吗？还是他自己选歌？有时候是我可以点歌，然后呢？你点了什么歌？我 You Are So Beautiful。他会唱这首歌，然后我唱 You Are So Beautiful， 哇，整首吗？哎，只有几句而已。那你会 cue 他模仿吗？这我不会。对，会一直请他模仿不同的，一直 cue 他模仿不同的。那你跟男生跳国标舞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太亲近吗？他不会啊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工作，就是他了解，因为他一直都知道我是这个专业嘛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。那后来，他后来知道你舞没有跳得很好，有没有很失望？夏威夷结婚是谁的决定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去海岛的人，我不晒太阳的人。那你怎么会要海岛婚礼？因为海岛婚礼很浪漫啊。可是你当你全身湿透的时候就不浪漫。对啊，然后就是又是汗，然后拍照的时候啊，头发就整个粘着。哦，对。所以他从头到尾筹备这么麻烦的海岛婚礼，都没有跟你抱怨说，为什么要海岛婚礼？没有哦，而且他还在这婚礼之前还飞了很多趟过去，先去看场。So sweet， 夏威夷很远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
没去过夏威夷。夏威夷，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巧合，就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的那一张专辑《我就是爱》嘛，那最后一首歌叫做《亲爱的 Aloha》，当时他只是想写，就是他写了一个就是夏威夷。然后他的歌词内容就是写欧胡岛上的教堂，你要做我的新娘，哇！然后卡美是他是锁定了出专辑的时候，不管遇到谁，他就要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说那个宣传线可以拉长吗？没有啊，那你们都没有好奇什么是222瘦身法吗？什么东西？新书。既然你要问新书的话，我就来念一段好了。好，只要知道有女生跟我喜欢同一个男生，我就会默默离开。对对，哇，这样就瘦身了。这就是222吗？不是。我没有念错吧？这是书里的话吧？我这本书，因为它是分享了很多，就是我原来也是一个就是不完美的女生，我也经过很多挫折，我也失败过，然后才是大家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现在怎么样吗？我一下子结婚了，结婚了吗？不要再一直把它锁定到敌人好不好？我已经取代。对，你跟他走在一起的话，如果有人说许太太，你们俩就一起回头。什么回头？